好，我们现在看 problem solving 圆圈的一公题。然后他在这一边呢，他说 PQRS 是一个长方形 ，RU 跟 TU 是 arc，center 是在 Q 跟 P。他告诉我 RS 是20 ，PT 是8，这个是 radius， 这个是 radius， 这边是8，这边是12，这边也是12。OK。为什么这个是12呢？因为20减8它是12。它要找 area of shaded region， 突围部分的边长。So area of PQRS 呢非常简单，它是20乘8 160cm2。 然后我的 area of PTU 呢，它这一边它这个是90度，它这一个的 data 是90度，它 radius 是8。然后这一个它是90除360乘派，派它是叫我们用 3.142 乘8 square。 然后我的 area of 那个 QRU 也是90除360乘 3.142 乘12的 square。 OK。So 我的 area of shaded region 是 double 360乘 pi r square 的，所以我在这一边9除36乘22/7乘8 square。 OK， 9除36 pi r square， 所以这个是50点多。哎，等一下，不是，它应该是9除36乘 3.142 乘八的 square， 然后拿到的是50.272，然后九除36这一个乘12的 square， 然后拿到的是113。所以我的这一个 area of shaded region 就拿160来减掉这一个50.272。再减掉113.112，虽然2816 90/360 派八 square 派 r square 90除36派12 square 派八 square， 这个50.7多113点。我在这边我算错了，我的 area of PQRS 这边应该是20乘12。 OK， 然后它会变成了240，所以它在这边它就会变成了240减，所以他拿到的是76点多。所以我的 area of shaded region 会是等于240减50.272再减113.112，所以它就会变成76.616 cm2。 好好，在这个图它有两个半圆，它的 diameter 是 PQ 跟 OQ， O 是 center of semicircle for PQ， perimeter of shaded region 是82。 哇，等一下我们找 length of OP。 哦，这题很难哦，这题在这一边的时候我们假设小的这个是 R， 这个也是 R， 这样这个就是 2R，然后它这个的度数是180，这个的度数也是180，然后我这一边我的 PQ 会是180除360乘2派，然后 R 是它的 R 是 2R， so 我的这个大的半圆它的 radius 是 2R，小的半圆的 radius 是 R， 所以在这边的时候呢，我可以这个 1 2
哦，这个二，然后它这个就会变成了44R7。我的 OQ 上面搭一座桥，代表的就是 Arc OQ，弧长 OQ，它是880360，22.7乘 R，所以这边12，然后过来这个月，所以它这个是22R7。然后，所以我在这边 perimeter shaded region 是82，所以这一个是44R7，这一个是22R7，所以我44R7加22R7再加 2R，这个加这个加这个等于82，所以在这一边我就有。44加22.7，再加2，所以是80.7。所以我的80.7 r 等于82，所以我的 r 等于82乘7除80，82除。所以它这一个是7点多，OK，length of OP，length of OP 不是那个，等下，好，所以这一个是7.175，7.175，所以我的 OP 呢是2个 R，所以这个再乘二。OK，所以是14.35 cm。好，好，接着第三题，它是一个圆圈的 playground，然后这一边是 shaded region 是 glass。然后，circular center region without glass，cost to cover the region with glass 是40，find the total cost。所以我的第一个的 diameter 是50，它的 radius 呢会是等于25米，然后它的 area 呢是22.7乘25 square，a 等于派 r square。所以它这边就有22除7乘25 square，所以我拿到的是这一个。好，然后我第二个的 diameter 是24米，它 radius 是12米，所以它 area 是22.7乘12 square，所以这一个乘12 square。然后它会变成这样，所以我的 area of shaded region 会是等于13750.7减31688.7，所以我在这一边13750减31688.7。所以它会变成这样，OK，也就是1511，这边是7，507 meter square，所以它的 cost 呢会是等于这一个1511。点七乘 RM 40乘40，所以它会变成这样。OK，等于 RM
60648.57。好，好，第四题的这个它是属于跟 C 等于二派 r 跟 A 等于派 r square 没有关系的，它是属于这样，我们一个圆圈，然后过后呢，它就会垂直，它 radius 会跟它垂直平分，这样的一个东西。OK， 所以我们在这边的时候，它就有这一个是它的那个 diameter， 然后这一边是它的 radius， 这边也是它的 radius， 然后所以在这一个题目里面呢，它的宽 of the rect 是24，然后它是 diameter 是30，所以它 radius 是30除2等于16，所以这个是16。OK， radius 是16，然后这边垂直平分，它就会12，所以这样我们有这一个东西，它这一个是12，这边16，所以这个我给它 y 啊。我的 y 会是 square root of 15 square 减12 square， 我拿到的是9，所以我的 x 会是15减9等于6 cm。 这个是这一课的第一个部分。 OK， 就 square root of 15 square 减12的 square， 我拿到的是9。 OK， 为什么我刚才可以不用计算机算到呢？因为我们From one chapter 是三 paragraphs triple 里面有三、四、五，然后它的三倍九、十二、十五。OK， 好，好，第五题，在这个图里面 ，OPQR 是 square， 然后它的边长都是28，这边是90度，然后这边是270度。为什么呢？360减90 ,270。然后他要找 perimeter of whole diagram。所以我的这个 PR 的 up measure, 270/360乘2乘22/7乘28。所以我在这边27除36乘2乘22。除气乘28，所以是132，所以我的 perimeter 会是等于28+28+132+28乘2188 cm。 好，3然后4然后2，再然后11，然后4，对，好。